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詹美官，欢迎看今仔日正月十八号的婚姻新闻。过日过年就要到了，有真侪人拢已经伫咧上脑筋，要买虾米款的礼物来送互亲朋好友咧。光顾知影大家需求，特别邀请国内弱势团体带来因家己做的优质农特产品，要介绍互大家知影。不管是吃的或者是用的农作物，不但是满足送礼需求，阁会当鼓励弱势朋友，嘛欢迎大家会当来甲因捧场做爱心哦。社工和学员拿到印象骄傲的产品，今日会场展现给大家看。因为年节要到了，这些优质的农特产品一定要介绍给大家知道。我们使用的都绝对是台湾猪的猪肉产品，欢迎大家一起来选购我们的产品，做爱心做公益。他很厉害，就是他写了很棒的春联毛笔字，那我们只要今年有只要购买，就可以赠送这个春联再给大家喜庆。无论是美味的点心，还是美丽的兰花，婚姻的弱势团体带来各式各样精美佮用心制作的好产品，都是希望企业和大众会当多多来购买。今天来这边的话，是因为没有办法全部都采购到嘛，所以就想说，董事长就有交代说，再来这边现场给弱势团体的这朋友一个最直接的支持。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粉丝专页在网络上面都有，好，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洽我们这一个单子里面的各个团体，好，跟他们直接订购。啊，如果说比较怕麻烦，也可以打到社会处来，也愿意为你们服务。在热心人士和管会协助下，社工带着学员在写作所或者是百货工厂内面做着各种产品，点点滴滴的经验累积，拢是为着靠家己赚收费。有些青藏的朋友呢，虽然我们不方便，但是呢，我们自食其力，用自己的能力啊，学习一技之长。虽然呢，我们工作比较慢。但是我们用爱心、耐心，然后把我们呐、所有能够精心制作的东西呢，真的是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啊！各位最好的礼物在哪里？就是选择呢，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所精心制作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最棒的过年过节拜访亲朋好友，一定爱买伴手礼。身心障碍朋友认真制作的好产品，吃起来比比安心，用了嘛放心。大家紧来买，好印象，直接的鼓励。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